演员金鞅参选了这高雄市议员，而经常和他演对手戏的女艺人丁国林上午还南下替他特别来造势。连线记者王月芳。好的，主播各位观众，现在看到画面呢，就是在高雄市小港区的二林市场，高雄市议员候选人秦阳到这里扫街拜票，向买菜的婆婆妈妈们呢握手拜票，为选情来冲刺。而特别的是呢，他今天也特地请来好友丁国林来助阵，来听听丁国林的说法。他不但是我好朋友，他还是我女儿的干爸爸。嗯，对，所以呢，女儿的干爸爸竞选，我一定要下来收听。谢谢。那对于志忠兄他最近的一些状况，我比较同情他了。说真的，比较同情他，因为为了要圆一个谎。他说了好多个谎。丁国林是说呢，由于秦阳呢和他交情非常的好，更是他那个孩子的干爸爸，所以呢他是特地来助阵的。那么由于距离选举已经不到一个星期，进入了倒数阶段，同一个选区的候选人陈志忠呢，因为赵继安和扁铮被判刑呢，攻占了媒体的版面。而秦阳呢，为了做最后的选情冲刺呢，是请来好友丁国林来帮忙助阵造势，希望能透过演员的知名度和魅力呢，多拉一些票。那么这是来自目前现场情形，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。好，来看到这个，因为呢常常演对手戏，丁国林特地是南下来为秦阳拉票。